现在是2024，现在是202411月30号早上5:41，我在家中被江苏省邳州市贪官李全普团伙公开的残害，已有7年多，残害正在进行中，正在进行中，刚刚大家看到。我被残害的现状，这些激烈惨状，我都是很少去拍，因为如果拍摄，我就无法去讲述我所遭受的残害。贪官李全普团伙疯狂猖狂，丧心病狂，每天天天。通宵彻夜对我进行加大残害，我被残害不是割裂贪官李全普团伙的存在根深蒂固，隐情很多，地方黑暗。现在是2024年11月30号早上5:34。我在家中被江苏省邳州市贪官李全普团伙公开的残害已有7年多，残害正在进行中。我的每条视频都是我被贪官李全普团伙残害的现况与精神状态。像往常一样，我又是在睡觉中被反复无数次惊醒，残害之刑。每次被残害惊醒之时，惊醒时，贪官李全普团伙就会播放各种噪音。上半夜是阵阵的疯狂狗叫，到3、4点钟开始。凌晨3、4点钟开始，下半夜，持续到天亮，是阵阵的，是一阵一阵的疯狂走了枪变调的鸡叫。贪官李全普团伙投放的什么气体我不知道，我也无法描述它的气味，但是干燥干裂。胸腔内强烈的惨痛，屋内有浓烈的呛鼻气味，造成呼吸道自我保护产生粘液，粘贴在呼吸道上，造成呼吸困难。我被残害，不是割裂贪官李全普团伙的存在根深蒂固，隐形很多，地方黑暗。现在是2024年11月30号早上5:51，我在家中被江苏省邳州市贪官李全普团伙公开的残害已有7年多，残害正在进行中。此时此刻，大家看到的是小米空气净化机上面的空气质量数值是044。从昨天晚上11月29号夜间7、8点钟开始，持续到现在，还会持续下去，每天都是如此。从头天晚上7、8点钟持续通宵彻夜，持续到第二天中午，数值一直是飙升，红色警报，持续到第二天中午。随着贪官李全普团伙投放的不明气体，加大投放的不明气体，通宵彻夜，时不时上半夜时不时闪现
短暂的出现疯狂的狗叫，然后下半夜凌晨三四点钟开始持续闪现短暂出现疯狂的走了枪变了调的鸡叫。探官李全捕团伙就是如此的疯狂猖狂丧心病狂。此时此刻小米空气净化机上面已经空气质量已经飙升到051，这都是常见的丧心病狂的操作残害。我被残害不是个例，贪官李全捕团伙的存在根深蒂固，隐情很多，地方黑暗。现在是2024年11月30日，我在家中被江苏省邳州市贪官李全捕团伙公开的残害，已有7年多，残害正在进行。此时此刻，2024年11月30日早上6:06，视频的开头，大家仔细听，应该可以听到贪官李全捕团伙正在播放的别走了枪变了调的鸡叫，是贪官李全捕团伙正在对我残害时进行播放的噪音。现在贪官李全捕团伙播放的噪音放缓和了，几乎非常的缓和，急促时一声接着一声，生生不息，非常急促，一声接着一声，一声挨着一声，我无法形容那种非常急促而频繁的疯狂的噪音。无论是狗叫还是走了枪变了枪的鸡叫，贪官李全捕团伙都是如此的病态操作。我被残害不是个例，贪官李全捕团伙的存在根深蒂固，隐形很多，地方黑暗。现在是2024年11月30日早上7:35，我在家中被江苏省邳州市贪官李全捕团伙公开的残害已有7年多，残害正在进行中。现在是2024年11月30日早上7:35，大家此时此刻看到的小米空气净化机空气质量128，还在飙升中，这是刚刚1分钟左右吧，1分钟过去都不到，贪官李全捕团伙就开始丧心病狂，灭绝人性的疯狂猖狂，加大投放不明气体，屋内有浓浓的一种气味，我无法描述它是什么样的气味。贪官李全捕团伙就是如此疯狂猖狂丧心病狂，长年累月长达7年多，日复一日，每天都对我全天24小时的监控式实施残害。贪官李全捕团伙为何能够长达7年多公开的残害我，如此的疯狂猖狂，全天24小时监控式的残害，我已经重复了多次，我被残害不是个例，贪官李全捕团伙的存在根深蒂固，隐情很多，地方黑暗。